62岁的俄罗斯总统普丁，今年3月他一度人神隐消失，当时外界就盛传呢，他是陪自己32岁的绯闻女友卡巴耶娃到瑞士去分娩，而且还顺利产下了小女婴，但是传闻都没有获得证实。最近卡巴耶娃他公开场合现身，体型倒是胖了不少，再度引发外界揣测说他是不是真的怀孕了。美国纽约邮报就报道说，前奥运体操金牌得主卡巴耶娃几个星期来都没有公开现身。他最近一次亮相，身穿一袭红色的洋装，出席一个在莫斯科举行的女童体操竞赛。俄国媒体就说他看起来有些臃肿，并且显老态，而且他故意穿得比较蓬松一点，可能是为了遮孕肚。不过面对传闻，普丁和卡巴耶娃都很有默契，他们没有证实，也没有否认报道。